上哪儿去？怎么你会开他的车子？ Sorry， 谁叫他的手气不好，输了给我。我走了，拜拜。 看什么？没看过有钱人呐？别把我的运气看没了。 来管烟抽抽，好啊！啊，随便啊！哼，中国人都不帮中国人，你们中国人就是不团结。嘿，哎，怎么啊？哎，我又没死，我死了你再撇是不是也不晚呢？啊，啊，你赌归赌。 打个电话总行吧？三天三夜都找不到你，你知不知道人家担心吗？哎呀，我赢钱怎么不开嘛？你终于赢了，最后又退回去了，还倒数啊！我看见你的车子。哦，我在这给Peter拿去用，很快就拿回来了。有没有拿我项链？什么项链？你连我的项链也输了。什么项链啊？你送给我的礼物吗？哎呀，肚子好饿，去吃东西，走。车子输掉了，连我项链也输掉了。 答应我什么？气死人了！在这儿啊！我答应过你，就算没命，也不能没有这条项链啊！我拿这条项链只是保佑我的手风顺一点，我说话一定算数的。忘了你干什么？三天不见，怎么瘦成这个样子？怎么了？哎呀呀！我还没刷牙呢，好臭啊！喂，待会儿还要开店呢。 到底 Game over. Oh no. Why? Don't worry. Be happy. 喂，文森，今天收你的店了啊？切，愿赌服输，我准备好了。<笑>有个性啊，不过可惜没运气。你听着，我大头文的格言就是：钱可以输，店可以输，信心绝对不可以输。 跟你赌了一个晚上，光是这句你都念了100多遍，你不烦我都烦了。让他切。OK。喂，想反悔啊？我还有话要说。有话就快说。不是跟你说，姑妈，我大头文对不起你，你交托给我的餐馆我保不住了。不过我答应你，我一定会赢回来的。赌神说过，失去东西要自己亲手拿回来，是吧？艾斯罗，艾斯罗。 Vincent，swear not swell。去哪儿？想跑啊？干什么？放手啊！哼，你疯够了没有？给他签。快签吧。签呢？慢着！我把我爹地餐馆的地契给你做本钱，赢回这个餐馆。
真的。景哥，怎么样？检查一下。好。喂，这么晚才来啊？怎么样？是真的吗？是真的。你让他们赌？怎么赌？一把过。那大头丸，别说我事先没警告。什么？你的号在多伦多唐人街出了名的，地狱倒霉王。我不想趁人之危呀、啊。熊哥，你怕呀？既然怕的话，那就算了。啊？好，我就给你个机会。来，你想死就让你死。哼，努力加油。放心，什么都可以输，信心绝对不可以输。喂，温森，有空来光顾啊，慢走啊。你别这样嘛，你说个信心绝对不能输的。咦 ，Vincent， 别这样了 ，Vincent。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大家都是一队，偏偏他四一队赢我三一队 ，S 一队我他妈没话说，对不对？真他妈倒霉透顶了！难道真的被他们说中我是地狱倒霉王？哎。我已经三年没赢过钱了，三年了！天哪，你让我赢过一把两把也好啊，你不要耍我了。算了，反正都输掉了。Apple， sorry， 对不起，不好意思。那我过几天呢会把餐馆赢回来的。爹地不知道。他不知道，那最好了。啊？我就有时间可以把餐馆赢回来了。说的是，现在你打算怎么办？我想我要回香港找我爸爸了。回香港带我走啊？不行，我去做正经事嘛。你乖乖的待在这儿，我已经弄丢了你爸爸的餐馆，我不想连他女儿也弄丢了。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拿到钱我马上就回来。嗯，你爸一定能帮得了你吗？当然，我爸在香港很有办法，他在旺角波兰街一家麻将馆随便借个一百几十万的，我应该没问题。真的？那就好喽。哎，几十年没见，一见面就要向他借钱。他是你爹地吗？他一定会帮你的。说的是，总之一有钱我马上通知你。嗯，不用担心。嗯，啊。喂，乙哥，我是尚文啊。现在三更半夜，你打来干什么？我要回香港了。什么？你没事回来干什么呢？想念你嘛。你疯了，乱说话。我回来服侍你老人家 ，Papa， I love you。说什么？说什么？喂，一个，不聊了，没零钱了。啊，好了好了，就这样了啊。好，拜拜。我帮你啊，谢谢。不客气，你坐里面。是是，谢谢。不客气不客气。你也坐这儿。是啊是啊是啊。看你不像是香港长大的。哦，我在加拿大住了十几年了，看你好像是回香港探亲吧。哦，是我移民加拿大已经三四年了。哦，什么？我老公在香港做生意的，老是飞来飞去。我有个儿子十几岁了。哦，他在加拿大读书，一个人呢，老是惦记他爸爸。哦，也无所谓嘛。现在香港有这么多女强人，你又这么年轻，真的，真的。好，我要回去跟他谈，谈不拢就回加拿大去享清福。我最爱打麻将了，可以天天都打。你也喜欢打麻将？是啊，是啊，是啊。我也喜欢打呀。打什么牌？什么牌都打，台湾牌、广东牌都行啊。哇，我那把牌可厉害了。我一砍红中，一砍发财，一砍白板就大三元了，我就单掉西，在牌底一摸呢，摸了张红中回来，当然我就开杠了。再一摸呢，哇，一张发财啊！哇，当时我的手啊都发抖啊。你知不知道开完杠我摸了张什么回来？哎，你猜猜，你绝对猜不到。Vincent 啊，你说了六七个钟头了。什么？是我好累啊。哦，我和我老公谈离婚都不用六七个钟头。哦，拜托你了，让我睡一会儿。哦，你累你睡吧啊。Hey man. Hey. Yeah. Hi. Hi. How are you? Good. Good.
good. My name is Vincent. My name is Joe. Joe. Yeah.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No, I'm good. Nice to meet you. Yeah, thank you. Right. Yeah, nice meeting you. What is this? Tai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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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Oh, yeah. Very程家基，你是卓尚文？是啊，哇，这么成熟了，差点认不出来了。对了，你老爸刚好没空，他叫我来接你。哇，不够意思吧？怎么说，我也是将来卓家的掌门人，十几年没见，居然不来接我，太不给面子了吧？他有事做。有事做了不起啊？你没有其他的行李了，那我们走吧。没有了，就这么多，走吧。我车在那边。哦，会开车？哇，照啊你！哇，变了变了变了，很多高楼啊！哇，好厉害啊，飞机差点撞到他。当然了，你十几年都没有回来过。哎，我在加拿大那边太忙了嘛。啊，听姨叔说啊，你在那边开餐馆的，是不是生意太忙走不开啊？是啊是啊，哎，非常忙啊。你还记不记得当年你去念书啊，我也有送机，那年你读初三，我已经高三了。不用你提我，我当然记得，我本来和你同班，我留级三年吗？谁叫你刚才叫我外号？喂，程家基容易叫吗？你妈也是这么叫你的？我妈哪有这样叫我？以后不准你再这样叫我。啊，好了好了好了。喂，今天星期几啊？几几？啊？六啊。星期六，哇，正好。里边有投注站。投注站。啊。啊。对面就是投注站了。酷。喂，陈家杰，不是陈家明，我刚刚下飞机，没带港币，只带了加拿大钱，你方不方便借给我？啊？我身上也没有多少，只有几百块。哦，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哎，多少多少？八百块。哦，八百，来来来，谢谢。喂。现在正在开放了，请看，我们看到呢是开始出击，这马位之后呢，三匹马正在拼命了。最里面那匹呢是精彩胜利，中间我们看到了加油加油加油，最外面那匹大风大风要上来了，哎呀，这时候我们看到高威呢也慢慢的超前了，有病，快了，哎呀，一定胜利之后赶上来了，看到没错没错，快了，最后一百米了，这时候我们看到了大风，太有病了。你没事吧？输过马币而已，倒霉啊！我刚才借给你的八百块呢？拿，在这儿。你买了八百块啊？喂，单 Q 跑出来的话，五十几倍赔四万多。什么单 Q 啊？我不懂啊。哎，反正已经输了，只中奖。什么中奖啊？你不会赌吗？不会，你问什么？真是。来，开车吧。走啊。大头文啊，如果你过一阵子把加币换成港币以后呢，如果方便的话呢，你就把。你还。
哎呀，小姐，哎呀，你开车好狠呐！大姐，他是什么人啊？新男朋友啊？才不是呢，一叔的儿子大头文。哦，大头文。哦，龅牙慧。你怎么叫我龅牙慧啊？你以前牙是龅出来的吗？现在长了多少？长大了不龅牙吗？哇，真是女大十八变呢。哎，还有啊。我们有一次玩电梯啊，困在里边啊，你记不记得？记得，嘉雄还被吓哭了呢。还有吗？有啊，连裤子都尿湿。还有啊，回去啊，你被你妈打屁股啊，是吧？是啊，打得肿起来。是啊，是啊。喂，改天一起喝茶。好啊，好啊。哎，那边。哦，我知道。拜拜，拜拜。啊，拜拜。大中文。啊。如果你呢，如果不方便呢，或者是不知道哪里有换外币的话呢，我知道，我可以帮你。哦，我知道，不用麻烦你了。好了，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哇，没搞错吧？大头文一下机就向你借钱？是啊，一转身就输光了，不知道他会不会还。你看你多紧张啊，人家才向你借了半个钟头嘛。喂，一下机就向我借钱啊？哎呀，你真小气啊，才800块嘛。哎，对了啊，快点呢，妈和弟弟已经去茶楼了。哦，你替我挑啊，穿哪条裙子好啊？这件？就这件吧。哦，这件、OK， 好，快点啊，快迟到了。你看你啊，就怕新客不娶你似的，怕什么？他最可靠，他定娶你的。不是，人家爸爸大寿嘛，迟到了就不好了。来，你快点嘛、我去洗澡洗头。喂，别洗了，你每次一洗，起码一个钟头，别洗了，乖了好不好？十分钟就好。你说十分钟，起码半个钟头啊！慧慧啊，别洗了。哎，胖雷，我吸收嘛，老哥，有没有800块？没有啊，我只有80。你这么穷啊？好了，拿来。好，快点啊。那大哥有好东西给你。哎，有礼物啊。你大哥我的大学毕业文凭。哇，伟不伟大？甲级荣誉学位文凭啊。大哥，什么？怎么是 University？ 大学嘛，又不是念小学。那也不可能 V 字会变成 U 字啊。是啊，啊，手工做的这么差，哦，你买回来的？谁说我买回来的？别打我头，也别打我丹田。那我警告你啊，要是你得告诉老爸，我就宰了你啊！啊，一个字母拼错，应该没人发现呐。喂，替我把它改了。我要看看有没有那种笔才行啊！你一定要帮我改，知不知道？哦，有礼物给你。那。哇，什么呀？就这么几颗花生啊！哇，搭十几个钟头的飞机，我不饿。谢谢你啊。那不用就拿过来。哎，睡觉。哎呀，阿勋的爹啊，就快开席了，你是主人要招呼客人的嘛，别只顾着打你的麻将。哎呀，好了好了，还有几把就打完了，行了行了。未来亲家母，受气还好吧？哎呀，普普通通了。哎呀，真不好意思啊，子墨。啊？又子墨？是啊。哎，你说背不背啊？我13妃都胡不出来，你说。是啊，13妃呀、啊，真是凑巧罢了。下一把轮到你。啊，那就好了。未来亲家母。你的少爷真孝顺，整晚陪着你打麻将。我叫他过去帮我打几把，他都不打。我不会打吧？哎呀，不会吧？你嫌我们打得慢才不打的吧？不是的，他真的不会打牌，又蠢又钝。你可别见外啊！你们慢慢打啊。好啊，好。妈，你怎么把我说成白痴似的？大人讲话，小孩子擦什么嘴呀、啊？哎呀，打个电话给你姐姐，怎么这么久还没来呢？哦，喂，伙计，
给我写碗蟹肉意面。那先生要点什么呢？我是来喝喜酒的。哦，对不起啊，对不起。慧慧，快点开席了。啊！哇，你们两个现在才来啊？妈正找你们呢。哦，哎，他在那边呢，先跟伯父打声招呼。一定是二姐出门前还要洗头了。妈，怎么这么晚呢？妈，伯父，恭喜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哎呀，何必这么破费啊？祝你松白长青，老当益壮。哎，谢谢谢谢。哎呀，自己人何必这么客气呢？啊，伯父手气如何啊？哎呀，手气不好，手气不好。下把就到你胡了。哎，承你贵言，那就好了。深了，啊！哎，你看，清一色，平湖八番。妈，都是我不好，多少钱我给。哎，不用不用，妈还赢很多呢，有来有往才好玩嘛。啊，是啊是啊。男的啦？你这人爱幻想。嗯。感情丰富啊。是吗？阿信。啊，佳明来了。你爸爸找你开席了。哦，好，以后再研究。你记得我。走了走了走了。谢赏脸啊，酒浅菜薄，招呼不周。哎呀，太客气了，大家这么熟，何必这么见外呢？就是嘛，就快是自己人了嘛，何必客气呢？哦，怎么了？好像不舒服似的。没有啊。哎呀，有事就说嘛。你很会给人看手相吗？哎，我还以为你生什么气呢。那个领台拉着我，猛问我，随便赠他两句了。有什么好赠的？这么小气，不像你啊。啊？我这副德行，谁会看上我？只有你才看上我。那我先走了。好，我送他们吧。好，再见，伯父。再见，伯父。拜拜，拜拜，拜拜。小心开车啊。知道了。大姐，男人要娇的。娇什么？我们都偷听到了。你很喜欢听人看手相吗？哎呀，还以为你生什么气呢。那个领台的拉着我猛问，只好随便赠他两句了。你们俩有完没完？有什么好赠的？哎呀，我这副德行啊，只有你才看上我，不会有人看上我的啦。喂，不能再一唱一和了。小声一点。妈，让我来吧。你先喝杯参茶，今天的菜味精太重。是啊，小心烫啊。嗯。你都老大不小了，早几年就应该结婚了。要不是从前你弟弟妹妹还小，妈也不会一直把你留在家里。妈，你干嘛又提这些？今天在茶楼，我知道你是故意叫我打那张牌出冲的，是不是？妈，你其实……妈不是怪你，你怕你未来公公生日还输那么多钱，不好意思是不是？对不起啊，妈。妈不生你的气，不过妈心里很不舒服。我觉得你做人做得太辛苦了，将来结了婚还有很多事要迁就的。放心吧，妈，阿信他对我很好的。妈是女人，怎么会不明白呢？到了这种年龄，找个合适的，当然不希望有什么变动了。可是你别勉强自己太过迁就他呀。放心吧，他平时也很迁就我。这样妈就放心了。嗯。熊哥，熊哥，救命啊！快来帮忙啊，熊哥，快来帮忙！哎，帮忙，熊哥！老爸一回来就和大哥两个人打起来了。你这个兔崽子，喂，干嘛？快把我的鸟笼给我放下！你先放下棍子。喂，你放不放啊？啊，你放不放？来呀，来呀，来呀，打我，打我，打我！别急，别别急。哎呀，干什么？你这兔崽子，我送你去加拿大，你不读书呢也就罢了。居然敢买张大学证书来骗我，买也买张好一点的吗？你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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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是说在波兰街掌门，其实在麻将馆里打杂，我骗人也是跟你学的。
哎，别别别，你别管那么多，这个暂且不说，对吧？你姑妈在加拿大留了个餐馆给你，都被你给输掉了。你这个小子有什么用啊？我用刀砍死你！不用刀砍我，你当不当我是你儿子？你有没有人性啊？你顾不顾亲情啊？来呀，你砍我！砍了，砍了，你砍我！先到我那边去吧，你别走，到我那边去吧，走啊走啊走，走啊你走，走啊你！哎呀，你先走了，走了就别回来笨，放手。 叔，先喝杯茶吧。乖了乖了啊，妹姐，你的孩子多懂事啊，我那个连半杯茶也没有倒给我喝。别这么说，到底是自己的孩子吗？你不知道啊，那个兔崽子没去加拿大之前，人呢还很踏实的，整天跟你的孩子在一块玩。谁知道到了那边以后呢，认识些酒肉朋友，不但书没有读好，还学会了赌钱呢。 儿女呢是要慢慢教的吗？你知不知道他这次回来还向我要钱呢？要不是我打长途电话去问过那边江湖朋友，都不知道那个兔崽子坏成这个样子。可能啊，可能我从前年轻只顾着玩，没有好好的管教他们兄弟。一叔啊，算了，过两天大家消了气就没事了。就是嘛，父子俩哪有隔夜仇？没有隔夜仇，我刚才呀差点就没命了。 医药箱放在神台柜底下，你怎么样？死不了。你呀，真是的，不自量力，弄疼弄脑的就别抢着劝架嘛。问你还说，回来就惹老爸生气。文哥，干嘛？虽然刚才一叔是凶了一点，不过他始终是你老爸嘛，你何必跟他发脾气呢？我哪有发脾气啊？是他发脾气嘛。你还是跟他说声对不起吧。说对不起是他不对啊。你们到底是父子俩吗？难道以后不理不睬？魏大哥，我可不想又遭殃啊。就是啊，你做儿子的就去哄哄他吧。 对不对？你不吃亏。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好烦呐、啊，婆婆妈妈了，他在你家。要不要我陪你过去啊？不用了不用了。嗯，媚姨，于哥。哎，于哥。哼。哎，没事了没事了啊。你爸爸气头已经过了，你以后别再气他了。我哪有气他啊？要不是看在媚姨的份上，哼，我不会饶你。哎，大家一家人有什么事慢慢的说嘛。 啊，对了，尚文呐、啊，我和你爸爸也商量过了，反正你也闲着，不如到佳明的工厂去帮帮忙，他们正缺人呢。我不希望你在家里边白吃白住，游手好闲的。我有手有脚，你怕我饿死？哎，那就最好了。你既然有手有脚，就去佳明的工厂去上班。我没有那么多闲钱养你这个懒惰虫。去就去，我才不用你养了。那最好不过了，不过别把人家工厂给搞砸了。你给我放心。 快点行不行啊？我赶时间。老兄啊，你等一等，很快就好了。行了。啊，快点签个名吧。哎，你急什么？当然要点清楚才能收货的，少了你赔啊。哪个老板请了你就发财了？那当然了，未来老板娘啊，那个锡的粉质品质太差，下次要换啊。哦，换个台湾的最好的给你吧。好，那谢了啊。哎，我来。 哎，佳明啊，你说今天有个朋友会来上班的呀？是啊，现在几点了？怎么还没有来啊？几点了？12点了。我打个电话给他。不会不来吧？我现在打。哎，先生，你找哪位？哎，大头文。干嘛？怎么这么晚啊？哎，早早早，很晚吗？替你介绍啊，卓尚文，医叔的儿子郭英信。干嘛？这里的老板也是我的未婚夫。 哦，是老板，叫我威森行了。哎，你带他熟悉一下环境。哦，跟我来。这位是梅姐。哎，梅姐，早。这是甄姐。啊，甄姐早。卓尚文，大头文。啊，叫我威森行了啊。还有这边，这个是娟姐。哎，娟姐早。等会儿你帮娟姐去点。哎，等等，没吃早餐肚子饿，吃点东西吧，我请。啊，哎。 佳美啊，嗯，什么人？总之是我妈答应遗书让她来做的。哼，我看这家伙呀，像老板不像来打工的。算了，免得妈难做，我会督促她的。那随便吧，你看紧他。哎，对了，啊，你真的喜欢那房子啊？是啊，看了好多地方了，那间最好，而且里面有两个房间，就算将来我们有了孩子也可以住啊。
外钱我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就截止收票了啊。喂，要收了那笔外账才够钱付定金呢。还没收？是啊，我找了几天都找不到那个老板，不过他说今天晚上一定会给的。我打算叫我弟弟去收，今天晚上我要加班嘛。那你尽快把它收回来，我现在要走了，我约了客户在深圳谈生意，今天晚上晚点回来。小心你啊。啊。我叫你爹看你弄了没有啊？你看见没有？看什么？好多蚂蚁啊！上面还有，我定定把它们烧死。哇，一定有蚂蚁窝。有没有梯子？你呀，下班吧，什么都不用做了，全留给我做吧。下班了。下班了。今天星期几？三呢？酷，谢谢你，谢谢。哎，来到菜场了，让让让让让。是第二班马的1800里。到底行不行？白刀白刀，哎，是张老师，你中了，中了有多少啊？360几。哇哇，30几倍这么多？是啊，30几倍啊，30几倍不就1000多？嘿，这木瓜要拼了啊！哎呀，这场4号嘛，冷血杀手。喂喂，冷血杀手跑这场，路程不合又冷门，哎，准输的。哎，这场嘛没什么特别好。夜马大热门，多数会输，赢的也没多少，当然买冷门才赢得多了。喂喂，一号传呼机虽然大热门，可是这场合路程准赢的呀。相信我，不会骗你的，大热门一定完蛋。快点吧，去买张票吧。Thank you， 我信你，买4号。来，买张4号，谢谢。现在已经转到了养和湾了，广告好和烟花呢，一对马仍然是领先了很多。两个马位之后呢，我们看到那匹大热门的传呼机八宝汤呢，也今天跑上来第4位了。不过不是啊，还有冷血杀手，最后转到直路，广告好的已经落后一个马位了。八宝汤赶上了烟花，逐渐上了第2位，中间突围而出的我们看到了就是传呼机，传呼机非常厉害，输了一个马位啊，排在第2的广告好也紧紧追赶着传呼机，快点终点了，没错，我们看到这时候传呼机了，第一广告好，第2好，太棒了。喂喂，你买几号？1号。你干嘛叫我买4号？哎，我突然预感1号会赢吗？你说大热准输的吧？热总比输好嘛，真笨，收钱了。哎，赢了也只收50块。哎呀，有运气没本钱，失败，失败。文哥，文哥，哎，家雄，雪儿啊，是，没计程车。喂，在哪儿？帮我大姐收钱，存进夜间银行。哇，这么晚带这么多钱很危险的。你多少钱？8万8。哇，哎，哥不哥，去喝杯东西。嗯，哎，就你渴了，哎，走吧。最后6分钟了，我们看一看这12匹马的独赢的彩金。哎呀，没事的，只是救人嘛，你大姐不会怪你的。我大姐迟早一定会翻脸的。哎，我的朋友老妈真的是进医院需要一笔钱才可以动手术吗？你怎么那么冷血啊，居然无动于衷。干脆这样吧，明天一早呢，我马上把钱还给你大姐，我朋友明天他就有钱了。你这么小气啊，借来用一下都不行啊？不要逼我了。我不是逼你，我真的是需要救人呐，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啊？啊，这样吧，你在这等我，说不定我朋友啊已经有办法了。啊，喂，哎呀，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啊？我住在你家隔壁呀，你怕我跑了？有事我负责啊。 OK， 哼，有这么多本钱还不应该痛快？现在看到了，哎，不肯入闸就退出吧。哎，千万别这样，我买他赢的。这时我们看到了练马师啊，什么马夫啊，都在帮忙，看看他能不能入闸啊。好了，终于就范入了闸了。
那个萤火虫呢，虽然入闸的时候不太顺利啊，但是跑起来呢是非常的有火气的啊。没错，大风采在后边，我们看到流沙呢排在第三位，现在转弯跑回直路了，春归大地的超前了流沙了。大风采呢，随着好朋友没错，洋洋，你怎么会在这儿？大风采，你不是去医院了吗？去你的头啊！大风采，大风采，我大姐的钱呢？等我买了八号大风采了，大风采，几万块，你全拿去买马了。这次买的是二十几倍的冷马，跑出来就发财了。大风采，大风采，大风采，帮着叫啊！大风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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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摇头到尾啊，好朋友。赢了还是输了？你有买好朋友吗？没有啊，那不就输了？那我大姐的钱呢？别这么激动，我大姐的钱了。哎，别这么激动，走吧。八万八，我大姐的钱了。慧慧，家俊有没有打过电话回来？没有啊。糟了，我的钱不知道存好了没有。放心吧，或许他去看电影了。平时看电影他都会打电话的。哎呀，没事的。喂，家雄啊，你在哪儿？那笔钱你弄好了没有？吓死我了，你早点打电话回来嘛。好吧，那你自己小心一点啊，别玩得太晚了。嗯，拜拜。怎么样？弄好了，他说他现在在同学家里下棋呢。我说没事了嘛，哎，总之事情办好了我就安心了。喝甜汤吧。妈，今天做了什么甜汤？番薯甜汤。哇，这么多番薯啊。哎，房子是怎么样了？差不多了，明天去付定金，妈有空带你去看看。好吧。嗯，大姐好棒啊，以后你的房间呢可以给我摆衣服。你呀别乱花钱，买这么多的衣服干嘛？你们两个快点喝甜汤，早点睡，明天一早还要去拜你爸爸。妈，喝完了甜汤你先去睡吧，晚上我来洗。嗯。喂，怎么样？一人一万。嗯嗯。哎，我还算有良心吧，剩下一万八给你是吧。我刚才骗我大姐说钱已经存进夜间银行了。啊，你还不算太笨呢，居然会撒谎。就算我大姐肯放过我，我妈也会打死我的。嗯，不会吧？你妈会打你？那顶多骂你几句嘛。你快替我想办法。嗯。嗯，你了。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还有一万八，再去赌一赌。又去赌啊？你去澳门？不，你怕什么？说不定一万八可以赢到八万八以上呢，对不对？我不赌了。喂，你不赌就输定了。哎，赌的话还有一线生机啊。我不赌啊。那你真是笨呢你。哎，我要你去哪儿？喂，你替我想办法。你说不赌了吗？嘿，你输了我七万块啊。喂，喂，大姐，家雄会不会自己赶来啊？上香吧。哦，谢谢。走吧。妈，多等一会儿吧，家雄可能正赶来呢。要来呢早就应该来了，不知道搞什么鬼，真过分。妈，那我们去喝茶吧。哎呦，干嘛这么怕呀？坐下来吧，起码还有船票回来嘛。连那一万八都没了。赌钱就是这个样子，不是输就是赢吗？一毛不剩怎么办呢？镇定一点。那你现在回去呢，向你大姐坦坦白白的自首。自首？当然了。喂，年轻人出来做事啊，最重要就是要有责任感，知道吗？那笔钱怎么办？哎，我会尽快还给你大姐的，有拖没欠。如果大姐不肯怎么办？你就来找我，我随时候面。我会把整件事原原本本的向他解释清楚，我会承担所有的责任啊，堂堂男子汉吗？妈，你呀上哪儿去了？一早上都没电话，你完了，做错事马上气了。
大姐，那笔钱，那88,000没有了。你说什么？佳敏姐。大姐。魏家兄，什么事啊？文哥呢？我大哥，大哥没回来啊。大头文呢？我大哥，我刚刚回来没多久，没看见他。你怎么说他在家呢？刚才还在啊。妈，志阳，妈，你这混账，什么不好学，学会赌钱，你给我滚呐！妈，对不起，妈，我知道错了，我下次不敢了。妈，你看你什么样子啊？那笔钱呢，是你大姐买房子结婚的，你知不知道啊？妈，走。妈，你走啊！妈，别这样，走。怎么会弄成这样子？我们出去说。啊，你不是叫你弟弟收钱的吗？是啊，也不知道怎么会弄成这样的。怎么搞的？你弟弟怎么办事的？老是糊里糊涂的。你别这么说他吧。我没说错吗？哎，你弟弟会不会自己把那800,000？当然不会了，你别这样说他，不关他的事啊。我管不了那么多，总之钱不见了。你别只顾着问我要钱好不好，你关心一下我好不好？那谁关心我呀？现在钱不见了，房子买不成了，就不要结婚了。你刚才说什么？没什么。你说什么？没什么。你是不是不想结婚啊？不结就不结了。